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戏疯子欧阳思明。那么，我操，抄袭！我操，他打蓝光，看到没有？你看我今天什么光了吗？谁买？蓝光是我的光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一定要针对我，就因为我把翡翠这个字念成翡翠吗？还是说我的影片害你们被送去新疆集中？所以我觉得他故意的，他知道我要看这个视频，你知道？他知道。西安 ，I love you。集中营 ，Can't wait to see it。All right， it's that was a nice one。笑死 ！I'm out here。Oh oh。西安。Oh wow。西安。Just smacked the shit out of me。It was a 集中营 joke。Keep my 集中营 out your fucking mouth。而且我犯下最为严重的过错，就是我所抄袭的对象，我惹错人了啊！因为他是一名谁？我操，他惹谁了？我操，好害怕！广为人知的 YouTuber， 所以不难怪大家的慧眼一下子就看得出来。是，没错，我抄袭的对象是谁？我操，是谁啊 ？Cocomelon， 是我。我开玩笑了啊，然后还有我这支新的麦克风，坦白说我换它也不是因为什么收音良好，又或者是录制的时候不用去调它爆音的地方，我换它纯粹是因为西安说过这是他的大出管子。Guys, I feel like 我感觉很不舒服，我感觉我突然被强奸了。I don't know， 这是性骚扰吗？我应该报警。然后其中一个就是这个 on on 啊，他说这个女生删掉了说学习男的留言在 FB， 笑死。笑死！首先，我觉得相信他的中文老师，如果看到他这一个留言的话，会立刻爆大三岁。然后第三，他也教会笑死。哎，有的就说我背景就是抄袭，笑死！别人打蓝色灯光，我打蓝色灯光抄袭，你知道吗？这让我感觉他整个人生里面只看过一个 YouTuber 啊，但没有关系，也许他住在集中营，对吧？觉得我不应该让。笑死！谁能帮我审核一下后面还有没有？上海要封控 ，OK， 我之后四天我想待家里。像是我影片里的这种音效，这种又或者是这种，都是由我自己100%创作出来。没有，那个马秀生是我专门找了观众的妈妈弄出来的 ，OK。说明这个有失公正。可是他们100%都是我用我自己的细缝子发音出来的。好，然后不要跟我讲什么没图没。What the fuck did she say？ 刚才意识到。What？ 细缝子。操你妈！哎，大家别忘了订阅视频，然后谁说视频抄袭都是傻逼 ，OK？